鲜味儿。来来，最后一道菜啊。哦，这是个鸭子，这是我们当地特色的烤鸭。这烤鸭表面色泽金黄油亮，外酥香，而里肉嫩，别有一种特殊的鲜美味道。这道菜呢也特别的有讲究，一定是要放养一年以上的母鸭，再放入紫苏、香酥、鱼糖草、辣椒等佐料腌制三天后，再加入盐、酒、醋等自然佐料腌制半天后，放进烤炉而得。哇，来吧鸭迷，你也知道姐姐对肉类简直就是势在必得啊。来吧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杨迪，一，三二一，一蓝，来，我们一，蓝，二，请过，是，答对。老门儿啊，你等会儿啊，快点，是你的衣柜啊。来，下一首。这是我偶像的歌。来，刘德华。来，刘德华。不是，高斯龙。男人。三二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他们也不会。男人。哭。爸。不是该我该你。日男人。哭。爸。哭。爸。不是。错啊！来，男人哭吧，不是，对，答对。哭吧哭吧哭吧，不是罪。杨迪，我厉不厉害吧？刚出前奏我就知道，你厉害。一比一啊！来，下一首。包子龙，客客气气的，客客客官，来洋洋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洋洋，要不是因为你长得太帅了吗？来吧，客，我被关，我关卡，请闭嘴。客官请闭嘴。来来，我来了。杨洋，客官不可以，答对。这题出得好。客官请闭嘴，你不要对我讲话，请你闭上你的嘴。没事，不爱吃肉。来，最后一首啊！哇，啸叫，就是那哥们大鱼，我是只化生过的，是，这是周深的歌。高斯龙，化身。那你俩说这个啊，下一把来，宝哥，化身孤岛的鲸鱼啊，错的，就是鲸。王师傅到了吗？我打的车到了吗？嗯，我要去吐岛了。化身继客官请闭嘴之后，化身孤岛的鲸，已经化身孤岛的鲸了。这边夜鱼，周深，你回来吧。一个鲸鱼把我们给救了呀！哎呦，这个真好，是不是鸭子呀？好香啊！哎呀。来，我们恭喜玲姐哈，你战队获得了1000世界币，杨迪500世界币，我们加底够，我们加不着急，不着急吧？杨迪你怎么分？我们先一人分100，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我就可开心了。这样，一人发200，我都可以啊。来，200。那好啊，这是最后一次大家可以转头的机会了。有是否要转头的？范丞丞，最后一轮了，你不回来了？让你去，你快去。那我行，我可以去。那你先走了，再给我100。这感觉跟自己哥要钱似的。我们这样，看看贾队长的表现，我根据他的
给你怎么，我在，你凭什么看人家的表现？他会给你。行，那我这样，我去人家那边。你先给他。但姐给了400，给400呢？给20，找你妈去，别来烦我了。算了，拿点。400不给，假的，就为了骗杨姐。好，20可以了，20转会了啊。就为了骗他爸而已。我现在是红队的，哥，我们就必胜。龙龙，你过去吧。龙龙来我们这儿。你怎么还遣散我呢？如果同样是1000块钱的话，我们要5个人分，他们3个人分。我走，我要让你后悔，你会后悔的。哥，我来了。人心散了。再加一轮猜歌，哥，你让他们再加一轮猜歌。马上不猜歌了。不是，我同时拥有卧龙凤雏二位，我真的是。哥，咱俩又搭档了，来吧。苍山赵子龙是爷，少年诸葛亮，大老粗为你保驾护航。看着他俩，我有点吃不消。什么意思？你再过去他们那儿，我再过去他们那儿，感受一下，让感受一下。柳岩姐，先过来玩一会儿。你攒齐了，我都不敢回头看。很帅的，你攒齐了。凤雏与张飞仙，三人真的是。宝哥也跟他们同桌，你集齐得了。来，宝哥，咱们就对他们三个人怎么样？哇，齐了，棒！咱们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周伯通。中神通。哥，谢谢妹妹。400多，宝哥400多。因为程程是第一轮转头的人，所以说我们就给程程转头费哈，60。